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坎，欢迎收看旭哥玩山西。那这个是《苍天英雄志二》，那旭哥就是今天来玩一下游戏，然后做出初体验啊，就是这个游戏的初体验。那为什么要玩这个呢？因为我一直在广告看到什么抽，免费50连抽，我就很好奇这到底在玩什么。那广告超级洗脑的，就是这边抽，那个有点洗脑又很无。有点洗脑又很无言的广告啊，但是就是不会吸引人家的注意啊，所以我就想说来玩看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先进入游戏了。那旭哥有时候会做一些就是游戏的体验、初体验或是一些试玩，就是好玩啊，试试看。那就好吧，我把这跳过啊，大家应该不会想特别看。然后创建角色，输入名称，那就当然是旭哥了。好，那就创建角色。好，那这个还是有点是不是卡通风格啊？人称武圣，忠肝义胆，一把青龙偃月刀，斩落上将无数。关羽前排攻击，单体斩杀。那这个游戏我觉得应该和我玩的那个《神魔三国志》应该都有点像啊，现在。这种免洗的三国游戏太多了。好，来不重要，我们就是要来抽，免费50连抽，到底在抽什么东西？抽什么挖沟？不知道大家在讲三小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来抽看了。钢脚在哪？问题真多。这个是什么？那这个怎么会有那个什么好大一什么好绿？好，大哥，韩章，关羽隐藏在此二弟森林，怎么又是三傻？五魔关羽。好，那前面我直接跳过了。好，那他的特效大概是这样子。好。那就是让关羽放大招。好。刚才看到什么魔关羽嘞？好吧，那我去抽，好不好？那广告真的很无脑啊，就是无脑的非常洗脑的那个广告，洗脑啊。好，两日后某处。少爷，快醒醒啊！少爷，快醒醒！旭哥，有坏人挡。又有兵皮大师了，招了。不是兵皮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啊。失聪，肯定有偷渡，小心！苍天已死。糟了，坏人追到。城主，兄弟们，这少爷看来了。好，我们就开打了。什么少爷？还有个妹子。这个又是谁？哦，就是那个抽那个，哈哈。哎，进。好，那是有点恶搞，是不是？宝剑在手，试问天下谁是英雄？试问天下，啊，旭哥升级了。哦，观影品，前排刺客，啊。这个是有点恶搞的游戏感觉。啊！赶快滚！少爷，你看，黄巾军正在……可恶，禁卫军可挡不住了。好、啊，少将军可以进阶了，快去！宝剑在手，试问一件装备，谁是英雄？宝剑在手，好装备，还有进阶装备，我们把他们都装备上吧。好，进阶。谁敢伤我的兄弟，先问我手上的剑答不答应。好，小桃，我的力量增长。少爷，这不是要50连抽吗？在哪里？天已死，黄天。刘备，中牌治疗，回怒光环。有人正在跟黄
进去，我白马阿甲一起守英雄。学会新技能了，热无双剑阵。无双剑阵。多谢少侠相助。公孙瓒，请问少侠和这位姑娘？好。强敌出现，那这个就应该是小 boss 了，僵尸就对了。居然会有人，不过只要有武能，用大招。哦，公孙瓒的大招是用马就对了。公孙瓒绰号叫白马将军呢，所以他是用马这样。好，可以。歌舞升平，歌舞升平哦。哦，就是其实你就按一下他的头像，他就会放招了，其实不难。就是他好像那个气机嘛，他就会可以放招。好，那就这样就赢了。那我们现在三级，旭哥升到第三级，陆逊后排攻击火焰剑仙。要不是公孙瓒，齐军的妖法不容小。嗯，那就有了。进入真容界面，白马将军，谁敢伤我的兄弟，先问我手上的剑道。剪辑上阵。心之所往，纵马所去，虽死无悔。白马一从，听我号令。好，哦，我现在想要五十连抽啊，可不可以给抽一下？不过黄金军不让我们。少爷，好，是敌对手。糟了，失败了，肯定又是黄。好，太史慈，东吴大将，肉牌刺客。就是等他那个右边有那个气可以挤满，就可以放大招。妹子，哦，妹子，这个妹子是谁？妹子啊！哇，好厉害！一下子不必惊讶。白衣女子。我只是一路张角就在前方，你们。哎，等等！黄金军来攻城，我岂能？你们要来便来，咱们。哦，想不到这么一座张角，师傅藏大情况。BOSS， 这今天应该要打 BOSS。用我才能水晶射石，难道这我乃天宫将军？小心，张角飞影，就是不到别吧。我们都要开始打 BOSS 了。无双剑阵。啊，反正就是把那个招式放一放，有没有？升平。哦，歌舞升平是补血的，好像不要太早放。天罡风华。天罡风华，哦，这个女的打得蛮痛的。结果好像也没扣到什么血啊。哦，变身了！张角的力量，压迫感又出，五雷轰顶！我的手，怎么回事？刚才发生少爷，天命之人，施主在何？哦，人家有那个有人，主角快死的时候就会出现了。瞬时，怎么敢轻上脚？无双剑阵，主角，不愧是主角。糟糕，大意了，少爷，你说的就。宝剑在手，好，那现在就打赢了。该可以给抽一下了吧？给抽十连抽了吧？现已撤兵。什么？所投之城内兄弟撤离？将军撤了，我们快跑吧！他们闪人了，黄巾军闪人了。少爷，我小桃皮，哎，累死我了。没有啊。信，我看看信。这是什么？追求长生，还有天命石台。
有人啊，小桃没看到啊。小桃，那黑影的身法好快。是那位白衣姑娘吗？之前还未请教过。我父姓上官，单名一个尹，这场恶战啊，少爷。有一个女的，要多一个妹子啊。我 I don't care。神秘人，我只是要抽一下转蛋啊，给人家抽一下，好不好？那前面的剧情也太长了吧？少爷，起床！哎，小桃，你看，昨天你们可这个少在下如今城市召集人，这倒。少将军，点击这里，修复点将开。哦。招募啊，现在应该可以来了吧？不要叫我夫人。中一个祝龙，祝龙，狂战士。招募到新武将，可以调整先发阵容了。八方来拜，随我称霸天下。上阵。不要叫我夫人，叫我女王。好。你觉得你能逃出我的手掌心？啊，神一下。下一步修复城主府。报告将军。请上官姑娘。别喊。少将军，点击这里出城。好。吕布，少爷，就是慢着，什么？誓死守护大仙师？贾诩，这角色都是卡通风格的。操作界面很简单，就没什么难这样。好，我直接跳过。那可以回去吗？少将军，我们从这回城吧。上官姑娘，木材怎么样？不过现在这么快就行？怎么样，少爷？好。现在有了物资，刚才你现在可以拿那个吗？我靠，他不给，一直不给玩呢，他一直一定要逼人家，就是抽。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说？跳过。少将军，点击这里，直接前往任务目标。此人可比活。啊，我其实不太喜欢这种，就是一直要逼你，一定要一直玩的。我是觉得他可以就先让人家抽一下，然后再，不然这样感觉有点不好啊。那可以就是中间让人家玩一下，这样，就是去抽一下转蛋或什么。就是招式放一放就赢。那个祝龙的招式就很像 SM 那样。破马立兵，整戈待战。好。上官，张宝是方黄金张将。好。要过。点击这里，领取副本宝箱，获得了一件武器，我们把它装备起来。八方来拜。随我称霸天下。应该可以拿什么奖励吧？今天陪
好不好？这个是在线奖励。好，他不是有送五十连抽吗？在哪里？精彩活动。朋友打败了新的强敌吗？快来领取超值基金吧！购买普通月卡。这个都是要氪金的。招募。他不是说送五十连抽吗？到底在送到哪里去？伤我者，我必杀。怎么觉得好像有一种被骗进来玩的感觉？还是在……哦，五十连抽，我看到。等一下，五十连抽。啊、哦，有，我看到五十连抽了，各位，你要点在那个右上角这边，右上角这个选单有一个五十连抽，点进来。那我们现在就来五十连抽了，哦，真的是肉等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来五十连抽了，各位，你要玩很久才可以五十连抽啊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，它什么？有一只红色的，它的红色的，红色是孙尚香，是不是？红色的，那我们再招募一次，红将就对了，红色的，啊，这是有两只红色的，是不是？又是祝龙，然后再来一次，就拿到碎片，这次是一只红色的。哦，一个成功，那我们再来招募一次。就是红色的应该是比较强的那一只。我写的如何？哦，袁绍，我现在拿到一只袁绍。少年。红色的嘛。再来一个，我们最后一个十连，开局送你五十连抽，就是这个五十连抽啊。你等一下再跟各位讲一次，你在右上角，哎，红色哦，张春华。恨不相逢。哦，旭哥抽到一个张春华，这个应该是不错的。中牌辅助多重争议。那我拿到一个张春华。好，那旭哥全部抽完了。啊，你这个好像还可以拿降魂去换东西嘛？好。所以在那个选单那边有一个五十连抽啊，你要点那个就可以抽五十连抽。那祝大家可以抽到想要的。那旭哥就是先试玩给大家看《苍天三国志》，然后今天的影片就录到这边，记得订阅旭哥沃卡频道，看旭哥玩山西。那我们下一集见啦，这一集录的比较长，我们下一集见。